第九课，他的汉语说的跟中国人一样好。Lesson 9. She speaks Chinese like a native. 课文一，在教室。Text 1. In the classroom. 第九课，他的汉语说的跟中国人一样好。Lesson 9. She speaks Chinese like a native. 课文一，在教室。Text 1. In the classroom. 马可，你的中文越说越好了。哪里哪里，我们班李静说得更好。怎么好？他的汉语说的跟中国人一样好。李静，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名字？他是我们的汉语老师。生词 New words 中文班一样专有名词 Proper nouns大山，李静。课文二，在蛋糕店。Text 2, in a bakery. 别吃了，你已经吃了三块蛋糕了。这是最后一块。你总是吃甜的东西，会越吃越胖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变胖。为什么？我们家的人都很瘦，吃不胖。生词 New words 最后放心一定